IKEA 喺上年年中推出咗一款独一无二无组化机械建造结构嘅电竞键盘 Defiance， 最近再为 Defiance 键盘推出漆黑版，字母同埋符号改为刻喺键盘前方，整体更加独特型格。IKEA Defiance 漆黑版沿用圆浮式嘅无边框设计，原本人体工学微弧斜度适中，脚架提供不同的倾斜角度，玩家可因应使用习惯去调整键盘的高度。键盘在机顶中央出线，以荧光红的橡胶封闭，防止因为拉扯令到接位松脱。Defiance 提供104个标准按键，键帽上面重预备不同的漆黑字符，同时每个键帽都提供高透光度，在亮起背光灯的时候，每个字符都是清晰显示。Defiance 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更换建筑上面的透明灯柱，附连额外的红、绿、黄和蓝四种颜色，方便配衬不同的风格。Defiance 用了创新的无组化建筑设计 ，EGMMS 魔阵无组化机械轴体结构的键盘底板，可以被用家自行换上建筑，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建筑，包括二线性构造的 EG 灰轴，触发力度轻，响声较低。另外的两款 EG 纸轴和 EG 铲轴都提供了段落感强大的打字手感。同时 IKEA 生产的建筑用了专利的双刀印技术打造，双十字接点可以将接触面最大化，还用了 30mm 的镀金接点，大大减少连击或者接触不良时出现的延迟情况。键盘一面 EG logo 的按键就是 Windows 键，可以配合分常键启动 Windows 键防误触功能，或者配合分常加 F12、F11 和数字键设定键盘的光亮度、录制背光灯和调校背光模式等。IKEA 也特别为 Defiance 自定设定程式，支援全键自定义功能，除可以指派特定的应用程式，例如邮件、计数机或者多媒体播放操控之外，亦都可以指派自定的程式或者句集，而且提供四个不同的玩家配置档，等用家可以随时按不同的游戏进行转换。